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小姐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啊，我想找一下尹思辰。请问有预约吗？嗯，没有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没有预约是不能见到总裁的。您跟我这边来吧，总裁正在开会。看这边写的，上个月的吧？对呀。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总裁开完会您就可以进去了。好，谢谢。上次骗我的事情看你怎么说。你先听我说嘛。果然不是个好东西。那我就送你到这儿。有空出来吃饭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见尹总这么客气的送人离开啊。是啊，这尹总可真有手段。顾小姐。嗯。啊。尹思辰。我记得在酒会上面我们说过各取所需，但是现在呢，我凭我自己的能力得到我想要的，你没有得到，只能说明你的能力不足。但其实 Alex 在酒会上面已经答应过我给我一件婚纱了，但是 Marry Me 的婚纱3个月后将会在我的商场里销售，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去买。不行，因为这件婚纱对我有急用，所以我现在就需要你。这件婚纱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？我想这件事情好像跟你无关吧。怎么，着急结婚？不对，你不是才刚刚分手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刚分手了？这3个月是我们的宣传期，全世界除了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买到 Marry Me， 除非什么？除非我突然结婚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替我太太准备一件，当然我结婚的话对象也不会是你。尹思辰，你现在已经严重的打扰了我的人生。那只能说明你的人生太脆弱了。那是因为有你这种自私鬼、自大狂，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困扰和伤害。婚纱的事情我可以再想办法，但是你必须跟媒体发声明解释这个误会，证明我俩没有任何关系，并且把照片都删掉。我怎么解释？说你和我一起欺骗了 Alex。那我的损失怎么办？你来赔付吗？这一切都是你那天晚上擅自行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。尹思辰，你简直就是个自大无情、毫无同理心的恶魔。顾小姐骂完解气了就可以走了。我找尹总。冉小姐，这边请。嗯，
这才是配得上我们总裁的人吗？刚才那位，坏了。等等。尹思辰。当时就应该这么拍，好歹也算是一个99分的作品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喝水不行啊。这个水我刚才喝过了。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你忘了？我昨天晚上干嘛了吗？打扰了，送顾小姐离开。这个是你超我车然后导致我车被撞了的那个维修单，你赔一下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你当世界上所有人跟你一样都眼里只有钱啊？以后想好了骗钱的理由再来找我。尹思辰，你等着。西薇，就按这个方案来干就好了。这个好 ，Alex 先生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